田能拜上故人兄，经闻全如道公平，包每田氏蒙冤案，杨氏受真太不情，谋杀夫婿廉家财，奸夫杨春后奉承，三百两银为谢礼，他日再聚手足情。嫁入官门人羡慕，小却珠钗傍计还，妾身过门离舍，多在与夫妻感情深厚，月前我夫奉调出任信阳府尹，古道老爷一旦升官，我便可以享不尽富贵荣华，可惜我夫的一生忠直，断不回他无二之才，只凭俸禄度日，正是嫁夫随夫，又何敢稍有怨言呢？虽是三餐无忧，小却秒金光，吹妻品夫人，何事？门外有两位官差说到来，找老爷有事。细想老爷尚在衙门办事，你叫他们嗰日再来吧。夫人啊，佢哋话要赶返山西，要办完公事至得啊。山西嚟嘅官差，好啦，咁就叫佢哋入嚟啦。哦，知道。拜见故夫人。未知两位公差到来有何事干呢？小人奉山西布政司之命，有一封书信与共些小物件交俾顾大人啊。细想老爷尚在衙门办事，尚未回府，倘若两位公差有重要之事，不如暂把物件留下，我会转告老爷啦。哦，如此说，有劳夫人。收下也罢。夫人，我哋就此先辞啦。原来送客。系。睇下啲乜嘢？山西布政司，唔通系田能？百里山西田家。
佢不怕虎狼威牙唐无忌，但啊宋家世杰人诶傲慢，但系理直气壮志不凡，一心为民将案办，我初逢此事各看眼，人前志气减七分，立门心头树不挂。嗯，老爷请坐啦。坐。坐爷啊，这几天见老爷你叹气连声愁眉不展，莫非是为了杨秀珍一案而终日长嗟短叹？夫人，杨秀珍一案等田氏夫妇到来，便可以查明始末。为夫之所以愁眉不展者，只为在公堂之上被宋世杰三言两语问得个无言以对，堂上睽睽众目，只落得个掩面羞惭。老爷，世上你乃是堂堂府尹，那宋世杰只不过是区区状元一名，便可以坐于公堂之上侮辱父母官员的。老爷，你若不识下马之威，只怕他不把老爷放入眼啊。夫人，话虽如此，宋世杰能言善辩，不过并不是出言侮辱，公堂之上舌剑唇枪时常有之，只是怪为夫一时不慎无言以对，经一时长一智，他日公堂见面要小心言他。哎、老爷啊，怎分邪正与忠义间？那世间为为国兵啊，忠的心，为民除暴行，仍将当此天王法重如山，昔日兄弟四人，
同拜海瑞为师，此字作忠良，望天可变鉴，今日寄信一筹，他日唇枪舌剑，论情和论理，去说服宋家男，若有实据与真凭，便可寻十官位于一旦，若然查出杨受真是受不含冤，又自可，若果查出佢是嫁祸他人，就算宋世杰都难于做信仰蜡烛。哎呀，听老爷之言，此对宋世杰不怀好感，然则田家来信，岂非有助老爷重振官威？好，待我取信交与老爷。想那信中曾经提及有300两文银之事，细想我夫虽然以田家乃清兄道弟，但老爷一生忠耿，断不会纳此钱财嘅。哎呀，咁岂不是见财化水呢？待我再行一试。哎呀，老爷呀！情深难割，暂受足恩义，纵如山，奋不顾身施救患，就算赴汤蹈火不辞难啊。老爷，你真不愧是重情重义之人，只不过老爷，你如今乃是父母之官，如果贸然出手相助嘅，唔系啦，公器私用，咁样会受到众人嘅耻难噃。嘲啊！夫人所言甚是，昔日有一同乡欲以黄金100两谋一官半职，为夫断言拒绝。冇错，有情虽可贵，唯怕幻海会弃波澜。进去将封信最后那两句撕了下来，长老爷不知道300两银之事至得。老爷啊，你话妾身几糊涂呢？我得意忘形得滞，刚才田能交来之信还未递与老爷。何啊？田家有书信？系啊，田能
拜上故人兄，经闻传于道公庭，包妹田氏蒙冤案，杨氏受真太不情，谋杀夫婿敛家财，奸夫杨春后宫星。老爷，一何书信看罢，大笑连声啊！夫人看罢书信，折服宋世杰，机会来矣。书看罢，一笑颜欢颜，尽送啊情由。但是天使梦冤恨晚晚，杨秀珍个全心思求喊，宋世杰错信空谷弹，一字书函解尽愁千万。你睇下，连低来信说到杀害其夫者就是杨秀珍，佢系无辜其妹田氏。看来宋世杰是错替人谋啦。老爷，单凭此信就封住真凭实据啦咩？你有所不知，连帝同我手足情深，怎会欺骗为夫咧？唔会啊，何方来龙去脉合情合理？一者手足之情，二者把正义伸张，三者重拾官威。据此案，为夫胜足在胸。怎奇啦？我总系觉得封信好似未完咁。唉，田能写信退步咗啦。系啊，何老爷，或者一时情急。此际殿中间，明日开堂无忌旦，扬威耀武气不凡，且把文书从西揽。
有此一例，全杨秀珍传。秀珍再到公堂日，水落石出见情深。二妹呀，一日未说千重怨，二妹莫说心高兴。来耍慢，大人，堂中只有原告，并无被告田氏吧？大人欲所谁人，未知能否言明究竟啊？笑话，公堂之上，本官要所便所，要拿便拿，谁敢阻挡？有此一例。将杨秀珍押入监牢，容后判决。作恶者不可轻情大杀。大人冤枉，大人冤枉啊！喂，救我！大人啊！往日目光如火炬，今朝双目叹无精啊！大人啊，缘何反锁告状人？哦，莫非另有别情？就咪事听。天啊，胡爷，杨秀珍一指方一撞，竟已不露啊，原那形啊，何出此言啊？佢毒杀亲娘夫，埋没天良，你呀姓啊，毒杀亲夫。还敢妄图抵一赖，加害田氏一轻一停啊！埋公我串通奸夫两合谋，佢哋夹带私徒，信仰啊敬啊！大人，你都几识编故仔噶嘛？姜振如何一呢班半无情？杨氏从山西处脱罗网，逃难到信阳城，恐说他为夺家产，共赴晋英，有心效同命。照你讲来，你讲杨秀珍是无辜不成？当然啦，大人啊，虽知道杨秀珍身怀六甲，千山万水都来投靠我宋某，无非想我宋某为他沉冤得雪，若真女流，又点会是杀人凶手啊？宋世杰，咁你就系妇人之仁啦。试想杨秀珍犯案，被官府缉捕，唔系嚟到信阳投靠你宋世杰三字就难以脱身啦。哦，你有冇谂过，点解佢东不去，西不去，偏偏去到你宋家嘅门口啊？大人说来有理，宋某。妇人之仁，也总比大人一叶障目来得合理。大人既说秀珍与奸夫师徒，敢问谁是奸夫啊？天答野，公一堂，听一心，望一太忘形。佢嘅罪恶做不清，系小杨春串通杨秀珍，相约信阳见面，本来远走高飞嘅，
適逢楊秀珍作動，啊咪就陰他陽錯啦。陰差陽錯，係啊，大人啊，陰差陽錯，你倒覺得合情合理？合情合理。大人想楊秀珍被兄長騙到信陽，才與楊春見面啊。初次见面又点算得是奸夫淫妇啊？哎呀，阴差阳错，这都是大人无理假设啊！怕遇着金犯罪法冤案庭，这世太炎凉，谁人能负起是？只见金银财白，谁甘心举刀舍身，退尽世不平，一支笔血写世无情，一两金添污世间美名。大人古道信阳来了个公正严明的知府大人，就债借你。是啊，就债借你。哎呀，依我世杰看来也不外如是啊。偷胆官官严明身发令，自问理正心情庄严肃穆圆正堂，知否你心中不全尊难经？慢，大人啊，实在宋某心中敬重大人非常，大人又何必心头怒气呢？正所谓了噃。冤凭证，案凭功，若是大人有证据说服世杰，世杰自当心悦诚服，只怕大人是顺口开河。笑话，咩顺口开河？不是、啊、有庄有证，当日你就顺口开河，言之凿凿。今日本官手持铁证，任你看什么？没有看什么，任你七嘴八舌，难于狡辩啊！哦，手拿铁证，大人，铁证与否乃未知之数，能否拿来一看啊？笑话，本官办案将上台交代，你是区区一个秀才，敢向本官质问，你行为不正嘛？好啊，好大的官威呀、啊！开讲都有话啦嘛，吓，证据证据、啊，拎得出嚟就叫做证啊，只不过啦、啊。攞唔到出嚟嘅咧，就唔知系咪真凭实据噃。依我睇嚟啊，大人你拎唔到出嚟俾我睇，相信一定另有别情啊！天花盾计，在官场见尽人品性啊，立志寒窗人。端正一朝为官，便忘迎前呼后拥，操权并不廉明公正。哎呀，敌不过两字虚荣啊！你小心讲话。清
冠一世忠食贫，贪官就博得人尊敬。罢了高大人，公正廉明的孤独大人，左传有云：国家之败，忧车官也，官之失德，宠贿将也。试问天下百姓，谁不愿父母官廉明公正？犹记双塔之前，四晋时对天起誓，相信为官之道，恩师海瑞也对你等嘱咐叮咛。各岸回头应猛醒，何必掩耳盗金铃？莫说人间无凭证，举头三尺有神灵啊！啊，花旦，狂徒啊，出语太不情，无合官官殊不敬，衙差与我通下刑眼，劳碌心迷难适应啊，秀才一家亦也窝功名啊。二十形象望下令间，大胆宋世杰出于冒犯朝廷名官，有此一例，革去功名，重打二十万。看来今日宋某不受你二十杖刑，你都几难退堂。啊！退堂？壮王啊！壮王？呸！孤独，孤独，二十棒刑，又招一日，双倍奉还呢。成大人不退小节，小孤独，智慧啊！小怪嘅，细声啲。
咪嚇親夫人啦，打慣噶啦。老爺俾人打，老公又係嗰尾啊！冇講咁多，入去先，慢慢講啊。點啊你？點啊？坐低先啦。唉，仲行得，好彩。佢抱得我入嚟咩？唉，望乜啫？攞藥箱啦！哎呀，零舍蠢你啊，同你真係。老公啊，嚇點啊？又係等喺嗰度啊？等喺嗰度啦，仲有第二度啫。唔系嗰边咩？你令呢边俾佢打啦嘛，餐餐都喺呢边，系唔系呢？我早叫你改名噶啦，老公，送咩世杰嘅餐餐都咁鬼杰嘅，我同你改定啊，荣熙啊，荣熙，荣熙，以后都唔系大吉利是，吓，好似殡仪馆嗰个堂咁样，荣熙咁样，系吓死我，似咩？梗系啦，有个堂叫荣熙嘅，你知唔知？唉，大吉利是！我谂住希就唔使结嘛。永远咩话？我谂住希咯，佢就唔结啊嘛。哦，即系整希佢啊？系咯，即系送永希，吓死我啊！好名嚟嘅呢个，你知唔知啊，老公？我以为你话叫我叫送大煲仲好。哎呀，唔会。唉，老公，你睇下。你今次啊，去到衙门嘅时候，到底系发生乜嘢嘅事干？唔通真系咁严重？梗系严重啦，夫人，哎、你知唔知？我一入到公堂，孤独二话不说啦、嗯，就夹硬锁咗杨秀珍，仲冤礼杨春为奸夫。哎呀你，我梗系唔服气噶啦，咁咪唔得咯，我就当堂直斥其非。哦点知佢咪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将我痛打形象，仲受财格去啊！从今之后啊，状王美誉一扫而空啦！哎呀，有乜所谓先得嘅？爸，咩眉啊，凹凹地咁嘅喂？湿立立就梗系凹凹地啦！哎呀，我摆好未啊？摆位，摆位，系啦，开位啦！佢都慣咗噶啦，點啊？行唔行得噶？你扶住都仲得啫。哎呀，我嫁你嗰日啊，我手啊抱你上床啊，嗰陣時收到，真係啊！我叫你都食咁多噶啦，而家就算啦，你俾我咩？我驚你砸冧我啊！夫人擺好位啊，得啦，開好啦嘛，各位，握下手啦，你埋直啦，點啊？得啦，慢慢啦，都得嘅。夫人，好声啊！呢围酒啊，都唔知冇摆几耐噶啦。得啦，真系做嘢，打开佢啊嘛，真系冇鬼用。唔好闹啦，仲湿立立噶。望乜嘢啫？盘番菜好睇咩？老爷嘅船好睇咩？系系啊，系系。嘿，呢个嘢都唔醒目嘅，唉，喂，吓，做乜鬼嘅？你唔除裤啊？点捽咧？真系除裤啊？咁梗系啦，哦，爽鬼嚟嘅，佢咧又冇人喺度，你个团啊咁细，又唔系大团，我哋系大团嚟，你自己话自己系大团啫，真系，明明系细团啊，唔通人哋知我唔知咩？咁有你喺度唔系大团系咩？咁你都嚟咗咯，你唔喺度就话细团啫，除咗啦，除低啲啊，系而家得嘅。你伸只手入，唉，一阵间好难休噶，夫人，我已经踎唔到低啊，除低啲俾你啦，嗱，嚟啦。哎呀，忍住啦，梗系痛噶啦嘛，好痛、啊，唔痛啊点会好至得噶？哎呀，哎呀，嗯，哎呀，哎呀。